林老师。好，来，答案就是 A。耶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生蚝呢，其实就是有锌可以提升睾固酮浓度。所以我讲的是没错的、哦。对，但是它是提升性欲哦，肌肉质量。这题超陷阱，它是战斗力，那就是续航力啊。对，续航力你要练重训，你的背腰臀腿都要练到，都要有力啊。续航力好，哦，这是超陷阱，全身都用到、啊。陷阱，那你就幸运，那你就没有用、啊。对永远没有用。上面有想法，下面却没办法。对。没力。来，营养师分享小撇步来，好，增加战斗力的时候，其实它也是一种运动嘛，所以运动前大家可以稍微补一点碳水的东西，你稍微喝一点，可能像蜂蜜水、含糖的饮料一点点，其实可以提升我们就是运动的表现。喝可乐那些都可以，对，也是可以，但不要喝太多。在启动之前哈，如果自觉今天体虚啊 ，sorry， 给我十分钟，然后再灌可乐。对，对，是有帮助的，是有，所以才那。可乐，对不对？买可乐，买可乐。来，下一组苏语言的王灿就位，灿哥来了，灿哥来了。来，苏语，现在在上面的心情怎么样？好可怕，出来拜拜，好可怕，哎，你快哭了，真的在这里，真的。就是不一样的。你平常游乐园会玩？不会，我排到船不玩。你是怕高的人、啊我怕是这种自由落体，而且我没有安全带耶。没有安全带，他有安全带。云霄飞车不玩？不玩啊。咖啡杯不转？我咖啡杯就可以转一下。他真的要哭了啦！快哭了，快哭了！玩那个泛舟，那不就是你就根本没办法。什么？你说这种？第三题，第三题，请问哪种加工食品营养价值比原型食物还要高 ？A. 金鱼罐头 ，B. 泡菜。哇，这个完全无稽之谈，好难哦，不行，感觉又是陷阱。我觉得一定是金鱼罐头啊，因为金鱼本来就有很多油脂、啊，都做成罐头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要想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也只能吃罐头啊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没有营养价值啊。但是泡菜比起来，泡菜毕竟是纤维啊，所以可是泡菜里面有很多新香料哎，比原型食物哎，对啊，比较哎，我觉得还是会选优质蛋白。来，那 Amanda 觉得呢？我觉得是泡菜，因为高丽菜跟你把它腌制完以后，那腌制的时候。哎、欸，对，跟青鱼一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制作泡菜的时候，它会加很多的那个，没有，就是蒜什么的，就是一些新香料。新香料是对身体好的，什么洋葱什么的，我猜应该是比啊，我懂。营养好好，我的一条鱼把它变成罐头了，营养价值一定不见了。对啊，而且罐头不知道放多久哎、啊，这样感觉就不新鲜啊。可是我觉得还是罐头哎，青鱼罐头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本身它就是一条鱼、所以它只是把那个它的营养素锁起来，然后放在罐头里面而已。所以我觉得比泡菜还要高。觉得鱼就是要吃新鲜的。而且你身为一个觉得那个生蚝会壮阳的人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，你这样说。可是鱼就是要吃新鲜的啊。对啊，就是。鱼要吃新鲜的才会比较有价值。好，真的，感觉他们意见好像没什么帮助。你真的自求多福了，苏宇。相信你们自己吧。哪一种加工食品营养价值哦，比原型食物哦，它比原来的那个样子还好哦。苏宇加油！要想清楚哦。灿哥。A. 青鱼罐头 ，B. 泡菜，请选择。噔。我相信你们呢。他们也有人讲泡菜啊。对啊，我们的队友，对他们队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没事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苏宇，你要不要改？不改，不改，不要。你穿那么漂亮，我是舍不得你下去啊。你要不要改？还是你跟你来做？我不给你机会改答案的，怎么给我来做？你要不要改？你要不要听？我不要，你确定不改哈？确定不改。我已经暗示你那么多次了，确定不改。不改，他不相信你啦。好，决定不改喽。一般是倒数三秒。好，就要倒数吧。我们五秒好不好？五秒。等一下，要收麦哦，收麦。等一下，我有时间收麦，来啊。竟然不是。
有吗？可以了吗？我才刚干掉了。哇，你这样好紧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。这个太黏了，这个裤子好害羞哦，对，好贴哦，好性感，太甜了，还好还好，苏雨没有听我的，真的，姐妹你对真的都没好事。来，营养师，好，为什么答案竟然会是鲸鱼？因为都做成罐头了。没错，鲸鱼本身是有 Omega 3很丰富的，那其实做成罐头呢， Omega 3就比较不会被氧化。哎呦，所以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它的骨头是不是都已经煮软了？那我们就可以连骨头一起吃掉，钙质就吃进去了。所以罐头营养价值是很高的。但是像是泡菜的话，有可能台式泡菜或者是韩国的泡菜，那它的钠含量其实都很高，因为加太多盐了。对，而且大家知道韩国人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啊，真的，对，就是因为他可能吃的比较多，什么配酒啊、配炸物啊等等的腌制的东西，所以韩国人胃癌第一名，这个是真的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吃韩式料理了。也不是，也不是，韩式韩国泡菜它好处是有那个乳酸菌在里面，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吃乳酸菌的话，我建议大家直接是吃益生菌，泡菜来的乳酸菌。养乐多就好了，养乐多太甜了，会有很多糖分，你会先变胖。对对对 ，OK OK。好，下一组是啦啦队 PK 争夺战，来 Joy and 柠檬，好，来不得了了，啊，两个啊不同球队的啦啦队，好，要做一个殊死战了，题目呢就比较是女性啊会了解的题目了，来，来，请问哪种方式洗菜能彻底将农药洗干净 ？A 流动水清洗。B 水加小苏打粉浸泡，简单到爆，真的对不对？连魏许都知道了，用清水流动嘛，这个之前好像什么农什么鼠有讲啊，就是用自来水疯狂的去冲那个水，那个蔬菜，这样很浪费水。但你总比吃到农药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唱歌。我知道小苏打，它最基本它属于碱性。那碱性其实如果拿来就是泡这个菜洗菜，它可以去中和农药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以前上过节目就有说服我，对，生活智慧我。阿曼达，小苏打，浸泡，浸泡一下，再冲，再用流动的水两个一起。听就好，你听前面香面的，两个都有，对呀、啊。苏雨啊，我找到那个了 bug， 就是那个泡啊，泡完没有把它冲掉，所以它全部就泡进去了。嗯、但是真的要流动水冲才能把它冲掉。没错。哎呦，农药。哦。来，到底是 A 还是 B？ 请选择。啊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。完了，所以你觉得流动水就可以了？对，很简单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小苏打是去油渍。Joy， 我两个队友都是说这个啊，所以我相信我队友。队友是谁？我看看，是唱歌跟他们的话。我们有啊，有一个答对一个。自己心里面讲清楚，他们的话值得相信。相信可以，相信之王。但是选就选了啊、喔，来，两人啊当中有一位会下水。到底谁会落水呢？三、二、一。那个拉拉队女神同台，这个怎么可以不一起来三十二撞一下，对不对？来来来 ，Ready Go！ 哦，厉害了厉害了！哎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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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出现啊！为什么你唱歌会这样？我不知道哎，好特别哦。对，然后叫做灵魂歌姬。对呀，没有灵魂。你等一下，啦啦啦啦啦 ，Ready， 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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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，您唱到他们球团哦，高手拜托他别再唱了。哎，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
我唱那个，还有那个哈哈哈，我因此得到一个手游代言。什么哈哈哈？对，就是那个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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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副班悍将，副班悍将谁谁谁？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有。他这个没有音阶的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没有技巧可言。好，来两位啊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好的，营养师。来，正解就是 A, 流动的水，而且流动的水是最好的。那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，小苏打是碱性，那很多农药都是酸性，酸碱中和。对，可其实这降解的时间都要数个小时到一天的时间，就几天，所以它时间非常的久，我们更不可能这样子去等炒菜嘛。所以流动的水大概冲10到15分钟是最好的。对，差很多的。买青椒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，就农药很容易残存在这种地头，所以其实在洗的时候，如果你今天地头它还在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压下去，整个连芯拔出来。就 OK 了。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用刷子去刷这个小地头，然后流动的水继续冲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农药吃进去肚子里面的机会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讨论呢，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收看最新影片。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意见，想看更多精彩内容，请点选旁边的影片。